健康。健康的时候啊，哎呦，吃了早餐就开始踏到午餐的了。整一两点才说休息回家吃饭，然后五点多又再开始出来了。还有记忆多久了？那时候还没有出状况，而是说他没有力，然后不允许他骑脚车，他就用走路的方法喽。就有时候回到家还有一些那些纸皮呀、啊，就知道他去死回来的。那环保司机，环保司机还没有见啊？那抓不回的，没救。抓皮被烧。早上喜欢在这边看人来人往。够今天那天，他就看环保了，看人家在走路的东西。每一次环保的日子，他一定这样做的，来这边做的。一般都看咩？我很看，看咩难做干。以前啊，他有大脚车去哪？每天就大脚车去那边包干那边去了，包一大包八，再给他回来了。就是我大家打出去，看我不抓背，就叫我去叫，叫咱咱来归去叫。咱骑一马，阿咪一马，阿仔讲，给他做呢，听阿三娘聊讲话，啊，你对我靠不强，对我做都好了。我有啥讲，我比我好好啦，啊。挺苦，因为我早出去就尽量花。